3113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把你过来乱车。他没有去过。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把台湾买公寓的买没有？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还没喝多红酒喝？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人来乱了不是办法吧，我就能得喝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给我符合当干部我的名义哼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是事实。我担保了你内容一见方面你够找了你没有事的哼。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就算数为什么办那么短。现在请你提沙包，为什么在背包盖没人？麦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谢谢你伏地起身，为什么从来包没盖？麦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 ，OK。谢谢。谢谢。